PCT 呢，在门诊上也经常有病人这样说哈。其实 TCT、LPT 这都属于宫颈癌筛查的第一个阶梯，它的这种中文名称呢，它就是宫颈液基薄层细胞技术哈。这样的一种技术呢，它实际上呢是对这个宫颈上脱落的细胞做一个检查，它是一个宫颈筛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。在以前来说呢，我们旧的这老的妇产科医生呢，都知道这个宫颈筛查呢是用的巴氏图片。这种巴氏图片呢是用一个刮板在宫颈上呢刮取的这个脱落细胞。它这种刮取的细胞呢放在载玻片上，它比较厚，它有很多的粘液和血液。这样的话呢就影响病理科医生的判断，容易发生很多的漏诊。现在呢，用了这个 TCT 的这种检测技术。他用这种机子呢，把这种很多的血液呀、粘液呀都过滤掉。这样的话呢，细胞呢平铺在这个载玻片上，对病理科医生看呢是非常好的。啊，他看到一个一个的细胞，这样的话细胞的这种异形性就看得很明显，而且呢，他还去除了这种血液和粘液，它的漏诊率呢也减少了。所以说这个 TCT 呢是非常科学的。它从国外呢引入了中国以后呢，很快的呢就传播开来。所以现在呢，大家呢，包括这个宫颈癌筛查，就整个这个对于农村妇女的这种宫颈癌筛查呢，我们现在都不用这种巴氏染色了，全部都是用的这种 TCT 的这种检测技术。